Hello， 大家好，我是羽毛。一周年的活动终于结束了，大家有没有拿到自己想要的造型呢？在活动结束的同时，游乐场也新加了一种模式 ,6v6 锁定对决，规则跟 3v3 的对决一样要赢三场，而且不能选择上一场赢的角色，直接变成死斗模式啊！接下来一定有人想问啊，新地图怎么没有出来？新地图以及之前讲的更新都会在21号释出，还不知道更新什么的，可以点一下右上方去看看咯。最后讲一下加机方面的玩家，最近玩了一下 PS 的斗阵，发现很多玩家都会跳场或是打 RK 就在重生点之类破坏游戏的行为，而且更严重的是加机不会有跳场惩罚，也无法检举玩家，打个快速可以跳到没队友，而且不像电脑一样有很多人玩，所以补队友的速度也很慢， RK 更夸张，大家都在玻璃呀、而暴雪终于公布加机方面即将会有检举系统，为什么是即将啊？我现在很需要。也说到对于故意掉分的玩家或挂机玩家，不管是 PC 还是未来的加机都请检举。短短的斗阵就说到这边，看到最近的 E3 展，我好兴奋啊，好多游戏想玩，像是终于回归地表的 Call of Duty World 2，又开始刷装了 Destiny 2天命2，故事剧情还不错的地平线，新 DLC Horizon Zero Dawn The Frozen Wilds。 I'm here for the mountain, for answers. Then you must face the beast that guards it. 音乐超棒，故事也超棒，但超吃操作的 Ori 2 Ori and the Will of the Wisps 也是音乐棒剧情棒，但结局选择超烂的 Life is Strange 前传 Before the Storm。 想玩啊，你们也有很期待的游戏吗？这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点下喜欢并分享出去给更多朋友，想去收看也点下睡前的大家订阅，他出了直播别忘了点下铃铛按钮，我是羽毛，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拜拜。